天魔天帝，我只知道阿鱼在。是啊，阿鱼又不是魔，不能滥杀无辜。现在是诛杀的最好时机，若是错过了，天血魔就会祸害人间。此刻，紫阳不管牺牲谁，都不会让他停止。他不听。 这结界是由九九八十一天将共结，我亦无法可破。杀魔时若有凡人牺牲，天界自会用福报作为补偿。只是什么？阿鱼的元神却不同凡人，会与天魔一起烧炉。结界打不开，我们就想其他的办法。火怎么灭？用水吗？要么我们下场雨。 或者我们找一个像罩子一样的东西挡住火呢？这不是龙王吗？来我萤火宫有何贵干？避火罩借我一用。尉迟龙炎，你可知这避火罩乃是我萤火宫镇宫之宝？岂是你说借就借？ 杀魔，你却来破坏结界，你是要跟我作对吗？阁主，你快帮帮龙王吧！不要多事。尉
我们要救出玉池龙岩，再不停下来，紫阳上仙雾，薛千寻，为何拦我？玉池龙岩只是想救出洞中的凡人。 刚才并未见到本人，你可别被那妖龙妖女给骗了。你这个大骗子，你是不是眼瞎？阿宇还在里面，还敢说我是妖女？你太丑八怪了！骂回去，骂回去！紫阳上仙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就算真有凡人在，他们自有福报自偿。我的杀魔任务不能中断。 让你不要多事，闭嘴。天血魔已诛杀，紫阳上仙也可以交差了。给我一点薄面，放了你。好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天血魔已诛杀。 随我一起回去禀报天帝。阿宇，你呼吸啊，龙怎么办啊？ 你是我的贴身婢女，竟敢对我如此态度！你现在就跟我回罗凤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嘛！我不是故意冒犯你的，我就是太着急了，我担心阿宇嘛。您大人不急，笨掌过吧。